致邀约词，请嘉义市推行委员会主任委员李仁智致邀约词。大会主席张会长，我们最敬爱的创会总会长李博士，以及我们最可爱的师娘李师母，还有我们总会中会长、教联会历任会长、各区副会长、主办单位屏东区林理事长、各区理事长、荣誉理事长、各位贵宾、全日本气功交流协会长，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师兄师姐们，大家好！今天在主办单位屏东区林理事长的英明领导之下，全体教练群策群力，合作无间，让大会的议程顺利完成，圆满成功的画下美丽的句点，共同完成了本次教联会授阶典礼的艰巨任务。这就是团结力量大的最佳写照，充分展现了我们中华生物人医学气功大家族的向心力。 This is power， 这就是力量。在恭敬接圣礼承接华鼎的那一刻起，就是我们嘉义区协会神圣任务的开始。2019年第19届第二次全国教练联谊会将于7月21日星期日在嘉义大学南坛校区举行。我们嘉义区的所有干部、讲师及教练将全力以赴，做好周全的准备，并以办喜事的心情来欢迎各位嘉义人、家己人哦，斗阵烧酒回娘家。最后，祝全体在场的师长、贵宾以及师兄师姐们身体健康、万事如意、阖家平安、福慧双收。咱们7/21嘉义再相见，不见不散哦！谢谢大家 ，Thank you。接着是由我们嘉义气功协会来表演一首邀约舞，我们请志工团队移动一下讲台，谢谢你。我们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。
掌声来欢迎嘉义气功协会的邀约舞。场地主，请主席台。